是吧？이바람이빠졌어다젖었잖아이거이거가져가야되는데다젖었잖아바람아이거신절롱야채어제많이안먹었죠계속간지럽죠내또할거끼고카메라만지금왜이상한말을자꾸 왜이왜这是拍影片的我要看 YouTube 的时候我要看这个然后我要看很好笑어떤게웃긴거예요대박개고후개고大便아정말啊！吴波，吴波来了，吴波今天就来了。啊！给你拿。你要干嘛？我今天脸应该很肿吧？五点，你儿子就起来找我聊天。妈妈，妈妈，然后一下子哦，帕拉米也进来。我先讲清楚一下，我太太平常很早起来，就我们还没起来，她就出门了。刚好今天拍影片，她都没有起来，没有出现。我갈아입어，빨리오세요。我刚刚还一路躺到8:05，天哪，怎么8:05了？我来不及了。拜拜，拜拜。今天是很开心的一天，今天是6月10号。昨天那个桃园黎明所打电话来跟我说，哦，吉先生，你很辛苦了，你又值得，你很值得拿永久居留证，你可以住在台湾永久。我以后可能会见到一些外国女婿啊。啊，嗨，你好，你有永久居留证吗？没有，我有永久居留证，加油！你也可以哦，你也可以，我也要做到，你也可以，加油！先洗完澡，赶快去拿吧。永久，永久，永久，永久。길경훈，哎呦，有没有看到永久居留？再看一次，永申请费10000。很贵，这个拿过去，还有拿我的韩国的护照，还有原本的居留证，那就可以拿了。我申请这个永久居留证的资料，现在是蛮简单的，以前是要求的比较多，现在是我这一次有准备申请单，那个是在那边可以直接写。还有2张照片，体检要拿了永久居留证，身体也要健康。韩国跟台湾的两免证，大概这样子。以前是也要提供财产证明，但现在那个不需要了，所以现在单纯简单很多了。韩国的两免证的话，韩国台北代表部那边申请，那大概一个礼拜可以拿，因为是韩文的，需要翻成中文，然后要。共振这个比较麻烦一点，但是也不会到很难。这些资料提供给他们后，大概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需要大概3周到1个月，刚好大概3周，他们昨天打电话给我说可以来拿了。先大概这样，那我们先去哪吧 ？OK， 走吧。不知道这里面可不可以录音？如果不行的话，我直接关掉。刚好中午时间结束。你好。你好。
来拿那个永久居留证。那去一楼。去一楼办。对，你去鸭北左边那个。不会啊，恭喜啊。好，感谢。谢谢，拜拜。左边那个就可以了。旧的居留证有看。有。上次申请是在楼下申请的，然后他们说哪是，那边在一楼拿的。好，谢谢。哎，特地帮我。对呀，我怕你不知道哪一个。好，谢谢。你好，永久居留证。好，谢谢，拜拜。永久居留证终于拿到了，辛苦了，小狼狗爸爸辛苦了。待在台湾这几年很认真了，非常认真生活，认真工作，认真顾小孩子，认真顾家庭。认真当一个好女婿、好老公、好爸爸啊！谢谢啦，谢谢你们知道，谢谢台湾你们知道我认真啊！谢谢你了，真的是有一点感动的感觉，有没有眼泪又不见了？其实对我来说，拿到这个永久居留证跟现在没有什么差别，因为现在我的一般的居留证也是可以。办银行的事啊，或是工作，或是减保，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在台湾生活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拿到这个就以后不需要一直延期这样子。但是为什么这么开心呢？觉得好像有那种不管其他人怎么看我，怎么像我，我自己是觉得哇，我小龙哥宝宝这几年，你就是来到一个外国，在这边生小孩子。认真顾家工作，你很辛苦了，这几年你也值得当一个台湾女婿，我让你继续住在台湾，辛苦了，支持你，有点那种感觉了，这个国家支持我住在台湾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是如果你跟台湾人结婚，怪怪的住在台湾5年，没有做坏事，就大家都可以拿得到的东西，但是对我来说比那个以上的很有意义的那种感觉，非常感谢啦。好，今天的影片到这里，非常感谢，下次再见，拜拜。